佛典故事，世尊的诞生到涅槃。距今约2500年前，北印度可仰望远方喜马拉雅山峰的高原上，有支释迦族以迦毗罗卫为中心建起了一个小国。这是某年春天的事，迦毗罗卫城净饭王的王妃摩耶夫人回娘家天碧城待产的途中。途中，摩耶夫人一行在蓝皮尼园休息，园内有色彩缤纷的花儿盛开着，其中有棵红花格外美丽的菩提树。夫人在树下产下了太子瞿昙悉达多，也就是后来的世尊。据经典记载，世尊落地后行走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高声唱道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天上大受感动，降下感动之雨。世尊走的七步，其中六步是六道，也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修罗、人间、天上这六个迷惑世界，而第七步是超越迷惑世界进入悟道世界之意。世尊的生日据传是4月8日，现在是以花季的形式来庆祝的。母亲摩耶夫人在产后的第七天去世了，抚养悉达多的是姨母摩诃波舍波提。悉达多文武双全，集全国民的希望于一身。但是悉达多生性多愁善感，随伴净饭王出席农耕季的这一天，虫被小鸟吃掉，小鸟再成为鹰的食物。看到生物互残的光景，悉达多太子日日闷闷不乐，陷于沉思。看到悉达多忧愁的样子，父亲净饭王也不禁痛心。国王使尽了各种的方法，想让悉达多能够快乐起来。当悉达多成人时，更接来美丽的耶输陀罗公主，举行盛大的婚礼。可是悉达多的心事并未消除。有天，悉达多走出东门到城外去视察。啊？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一个老人啊。哎，快点滚开啊！不要催他。有一天，我也会跟他一样年老体衰。又有一天，悉达多走出南门。停车！那是什么？是一个病人，好像得了重病，非常痛苦的样子。有一天，我也会跟他一样生病，辗转痛苦。又有一天，悉达多走出西门。啊？那是什么？是送葬的行列，彝族正抬着死人去埋葬呢。有一天，我也会像他那样死去，我们都会衰老生病，然后死去。想到这里，眼前短暂的快乐马上变成了痛苦。人世间充满了痛苦，我到底应该依靠什么活下去？
最后，悉达多又走出北门。车尼，是。前面那位是？哦，是修行者，为了求道离家，遁入深山林野，做各种修行的人，他们叫做修行者。多么超逸的态度啊！我也要像他那样的离家，为了求道而修行。只要能够挣脱这些的痛苦，不论是多么痛苦的修行，我都甘愿忍受。这就是四门出游的故事。坚定悉达多出家决心的，根据传说是因为这段遭遇。不久，太子妃生下了男孩子。好可爱的小孩啊！可是，这却是我求道的障碍。因为这句话，王子就取名为罗侯罗，也就是障碍的意思。悉达多29岁，经过了多番考虑，实行他多年夙愿的日子终于来了。请你代我转告我的父王跟母后，请他们从今以后不用再担心我了。是。不要哭，车尼。真正属于我的生活方式，现在才要开始呢。太子，你要保重。就这样，抛弃父母、妻儿、国家与太子之位，成为修行者的悉达多，长途跋涉来到了摩羯陀国的国都王舍城。王舍城是当时印度最繁荣的都市，而且聚集了许多的修行者。摩羯陀国频频梭罗王眼光落在悉达多的身上，把那位年轻修行者招待到宫中。原来你是世家族的太子啊，难怪气度不凡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你就留在宫殿做我的心灵之友吧，如果你要求，连国家都可以分一半给你。我是为了要求道而出家的，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，所以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可是。我现在还在修行，请容我告辞了。哎，请慢着，在你临行之前，有件事情我要拜托你，如果你悟到了以后，无论如何请你一定要回来开导我，希望你能够答应我，拜托了。真是太感谢你了。悉达多接着一一拜访求教当时著名的修行者，但是他们的教义都不能满足他。觉悟到只有自力追求真理意图的悉达多，进入乌鲁贝拉的林子内，尝试各种的苦行。后来，5个修行者加入悉达多。据说，这5个人是爱子心切的净饭王派遣来的。可是，悉达多的苦行之剧烈，令他们不禁打从心底颤抖。有时一天只食一粒米，有时滴水不进。
更有时做不呼吸的苦行。好像是，就算是习惯了修行的人，也不可能撑住这种苦行啊！等等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好厉害啊！大约六年，悉达多一直不断的苦行，但是只见身心日渐的衰弱，却不见任何的成果。这样下去不行，一定是哪儿不对了。琴弦转得过紧，琴弦会乱，过松则声音不成形，所以不紧不松是最适宜的啊。琴弦转得过紧，弦会断，过松则声音不成形，所以不紧不松最适宜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。你要中断苦行吗？我想要选择中道。中道？过度修苦行和过度的奢侈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会损害身心，无法悟道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以健全的生活取回健康的身体，以安稳清朗的心情求道。他说什么啊？我也不懂啊。悉达多离开林子，走入泥莲禅河，沐浴净身。这时候来了附近村子的富家姑娘苏陀家。修行者你好，我的名字叫苏陀家，这个是我家最好的米和牛奶煮成的粥，请您喝，不要客气。谢谢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他搞什么鬼啊？看来他已经堕落了。哼，我不再认他是同伴了，我们到别处去修行好了。好。好。经过苏陀家的供养，恢复力气的悉达多来到了家爷，坐在树下。再后来被称为佛陀迦耶的这个地方，悉达多进入了深奥的冥思。过了几天，伟大的瞬间刻刻接近。这时想妨碍悉达多悟道的恶魔王出现了。恶魔王先送上自己的女儿，想诱惑悉达多。悉达多，看看我的美丽女儿，摸摸她们，抱抱她们，她们都随你处置。恶魔王借着以财富和权力的诱惑，想使悉达多堕落。悉达多，我给你世上所有的财宝，给你支配世界的地位与权力，唯一的条件是你要听从我的命令。恶魔王接着想以暴力胁迫悉达多。你想固执到什么时候，悉达多？
再固执下去你就没命了。救吧。魔王，住手！我已经到达生死彼岸，你们所使用的武器根本没办法伤害我。魔王啊，消失吧！战斗结束了，魔王和其一族的出现就是悉达多内心的烦恼。战胜诱惑的悉达多在12月8日黎明东方小白时，打破老病死等苦恼的根源无明，悟到了完全的真理。瞿昙悉达多此时35岁，这就是所谓的成道。之后悉达多被称为释迦牟尼佛世尊，也就是释迦族的圣者佛陀，在此我们简称为世尊。成道后，世尊停留在迦耶，沉浸于悟道的喜悦中。过去使我痛苦的烦恼，如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这是多么广而深的喜悦啊！就算这样死去，我也不会觉得遗憾的。悲悯苍生。这时出现的是印度的最高神梵天。你辛苦悟得正法，不就应该将法广传给世人吗？啊，我担当不起。你想坐视不管了？这样下去的话，世间一定会灭亡。梵天哪，我现在所悟到的真理过于深奥、微妙、困难，普通人是不容易理解的。可是世间也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能够接受你的法的，对不对呀？世尊啊，希望你务必为他们说法，也希望你拯救世人脱离灭亡的阴影啊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你说得很对，我实在不应该让悟道之乐独留在自己心中，我应该为烦恼痛苦的人们去说法，分享悟道的喜悦，拯救世间。这就是从今以后我所要做的工作了。决心说法的世尊最初遇到的是名叫优婆家的修行者。你看起来似乎修行有方啊，请问你出家目的是什么？还有师出何门呢？其实我并没有师父。哦，我靠着自己的力量而知道一切，抛弃了所有的执着，然后才悟道的。哎呀，你真是不得了啊！优婆家失去了成为世尊第一位弟子的机会，处于重视失传的印度自然不易理解世尊的新思想。世尊后来来到瓦拉纳西郊外的鹿野苑，这里有他以前的修行同伴。他来了耶。装作不认识他好了，不理那种堕落的人。哼，我悟到了，
我想把我悟得的正法先传给跟我共同修行的你们。原本是佯装不认识的五个人，越听越被世尊自信的说法所吸引，最后五个人都成为世尊最初的弟子，这个就是初转法轮。佛教最重要的佛法僧三宝在此聚集了。世尊是对象与地点巧妙的说法，一路旅行传道，弟子一个一个的增加了。智慧第一的舍利佛，神通第一的目连，修头陀行，后来召开经典结集的大家社，随侍世尊身旁按记所有说法的阿难，立孝为愚人而以一把扫帚悟道的周利盘特，奴隶出身而不分彼此被接纳的优波离，因为世尊特别注意不让支配印度社会的阶级制度带入教团，所以弟子们人人平等。然后世尊又照约定拜访王舍城，向频毗娑罗王说法。频毗娑罗王大喜，奉献竹林精舍作为弟子们的宿舍。王舍城旁有座灵鹫山，世尊就在山上解说《无量寿经》，然后又向韦提希王妃说《观无量寿经》，珍贵的念佛之教终于出世了。和摩羯陀并列的大国居萨罗也有人奉献奇缘精舍。世尊解说《阿弥陀经》之处，就是在奇缘精舍。因为世尊不论贫富平等的传教，听取教法的人超越阶级与国界，佛教传遍了印度全土。传法这件事，取车轮前进做譬喻，称为转法轮。世尊就是这样一生不断的转法轮。80岁的世尊依然继续他的布教之旅。途中，世尊在吠舍离生病了，只有阿难还有几位弟子随侍在旁。您可以坐起来吗，世尊？啊，总算舒服点了。哦，那太好了。老实说，我一时担心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因为世尊您迟迟未选出继承弟子来传密典，所以我希望世尊您能够考虑一下，不知道世尊心里面是不是早已有了决定了。阿难呐，是，现在你还在期待我什么呢？我已经是设法说尽了一切的真理，如来之教是完全没有需要隐瞒的密典的。是，您说的是。其他的人也用心听。现在我已经老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以自己作为灯火，依靠自己，不依靠别人，要以法作为灯火，靠法不靠其他的。世尊后来走到了波婆地方，向打铁匠准陀说法。准陀非常的高兴，招待世尊一行人到家里。
准陀供养的蘑菇料理成了世尊最后病发的原因。世尊，请振作一下。我没事，去居士那罗吧。都是我不好，请你原谅我。准陀，不要责备自己了。你对我的供养跟过去苏陀家给我的奶粥是一样的诚意的。世尊忍住剧痛走到居士那罗郊外时，世尊已经连走都走不动了。在那树间铺个床，我想躺下。是。阿难。是。这么多年了，谢谢你一直在旁照顾我。世尊。阿难，不要哭。我过去不是经常告诉你们吗？不论是多么深爱的人，总有一天要分开，有生就有死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不是。阿难呐，我在这里。不要认为我死了你就没有师父了，我说的法就是你们的师父，你们的灯火。我知道，师尊。万物永远在转移变化，希望人们勿放逸，勤修行。世尊进入涅槃了，可是世尊的教法在后世遍及全世界，2500年后的现在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。